那书法的艺术里面啊，我写这个就这个后面的眼睛比较花的就会抗议啊。书法的艺术，好，第一个，我们来分类的话，其实很难分的哈。那我刚才有讲说，用它比较空灵层次来看的，哦，比如说第一个比较空灵的，什么叫空灵的？就是比较不以这个笔画或结构来取胜的。那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呢？比如说最古的老祖宗用草书来表现，比如说如意的如，这样对不对？我们写楷书是这样，行书也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写到最后，哎，这样对不对？口字变成两点，女字变成这样。哎，我们后来又发现可以更简略，哎，这样对不对？高一，把它勾一下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直接就放出去也可以。那这个就变成两个字了，什么字了？就叫如意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如果是一个如，如果是这样，算不算一个如呢？算。后来的人连那个意都把你包括进去了，甚至于意都可以写成这样，如意。哦，所以呢，一个字可能是一个字，啊，可能是可以代表两个字，懂吗？哦，比如说，我们那要写空，哦，写空的楷书很难写，也不是难写的，笔画少。比较难写，但是后来的人呢，写成这样，甚至后来的人写成这样，就笔画很少，代表很空灵的感觉。用草书是一个很经典的方式。那你说篆书有没有？篆书也有，篆书也有。哦，比如说我们写，篆书，好，比如说篆书。光一个字，这个就可以代表，这是什么字呢？这个本来水流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水流是这样，那我们要让它水流很久的时间，就把它怎样？哎，有断断续续的，哎，有断断续续的。如果我光写这个，可能是水，那更可能是什么？流很久的意思，叫做有。这是水，那你说这个有没有差别？啊，如果水是这样，那差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有这种表现？因为它表现出水流很久，是一种空灵的美，但是它笔画上有增减。那么行草书、隶书，如果你用减省笔画，来当作我们欣赏的一个主旨或者是主轴的话，它就是这一类的方式安排。哦，好，比如说，这是一个色，哦，这是用甲骨文的方式来，甲骨文的形象方式来表现的。哦，那。加一个口，这是什么？就是谢谢的谢，懂吗？啊，所以呢，用甲骨文的某些字啊，也可以来表现出一种艺术啊，用笔画的简写、简省或者是变形。比如说，老师不是跟你讲说那个新字部的省略方式，比如说鱼啊，愚公的愚，哦，我们可以写成这样。
底下的心就变成一画就表现出去了。那竖心法的心，哎，这可以表现。火字，火字本来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用这个来表示火，所以呢，用部首，用一些简显的方式啊，来改变它的字的，好像本来一画一画的画得很麻烦、很复杂的，把它简显的。啊，第二个用笔画来表现的，笔画写得很美的啊，比如说我们楷书，你每一画都要怎样？有的要很规矩，像欧阳询，对不对？每一画起笔跟收笔都要很规矩，所以欧阳询说：“哎，这个你这个字没有笔画没有写得很好，那就是不好啦。因为我的标准就是一丝不苟，我的标准就是。”楷书的标准极致，楷书的极致，起笔好，收笔、行笔，这都要顾到，对不对？这是横画，或者是竖画，或者是捺，甚至于呢，你们觉得最难写的这个，哎，错字旁，哦，你都要一笔一画把它表现出那么标准，而且那么美的。所以每一个笔画集合出来变成一个字，那个字啊就会很美。所以用笔画。那除了欧阳询的方式之外，你看那个褚遂良，褚遂良那个字啊，这样下去对不对？我给你们看过那种，哦，还有那个。吴啊，很空灵的感觉，但是它是用笔画的漂亮，笔画的漂亮或者笔画的特色来表现出它的美感的。哦，我那个褚遂良的字，就是他表现出那种飘逸潇洒的感觉。我说欧阳询跟褚遂良几乎是两边两个极端，但是他们用笔画笔法来表现出来。啊，当然也有别人啊，像颜真卿啊、柳公权啊，对不对？颜真卿颜筋柳骨，颜真卿表现出肉肉的、很雄伟的那种笔画的遒劲的感觉。可是柳公权用比较瘦的、比较瘦硬通神的那种。比较硬朗的那种骨架来表现出它的美感，哦，就是笔画。好，这个是笔画，笔画方面啊，哦。那再来呢，就是结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写行草书，竟然把篆书的东西写进去？比如说上一拜我记得跟你们讲说，这个香有没有？竟然写成这样，有没有？甚至还有人写成这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篆书的写法，大家竟然把它写进去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表现出篆书的写法，哦，篆书的写法，对不对？啊，甚至于呢，我们看王铎还怎么写，你知道吗？王铎还这样写，这什么字啊？这是怪。为什么要这样写？他觉得好玩啊，对不对？他可能碰到那个情境，就是必须要把它加一点那个笔画上比较繁复，或者是有所谓大篆小篆的那种感觉进去，也是一种意象，哦。所以这种就是依靠它的结构方面来表现出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我那个东西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没有关系。好，甚至于呢，老师不是有讲过说，有些字啊，你不仅是这样写。比如说这个，我常常讲说，像这种字啊，或者是这个字啊，哦，或者是这个字啊，你都要利用一些技巧来表现出它的美感。什么技巧呢？你这个几这个手啊，你如果跟它写一样长，哦，或者是一样宽，对不对？
道理来讲，它一定是很长的字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怎么写呢？哎，这样写了以后，有一边比较低，那我们这边就伸长进去，防止它这字过于长，就是变成一种美感，懂吗？哦，像这个井啊，